邱将军。李炳，好久不见。邱将军，快将我先放下来。邱兴之，邱将军，此人是妖猫案的真正疑凶，如今已经认罪伏法。你还等什么呢？你真的要听命于他吗？快将他们都拿下。我只知今日是上行大礼，你们当街挟持礼官，耽误之礼，便是违律。至于你说的其他案件，我不清楚。来人，拿下。上谕在此。郑玉览三年前失踪案血状，并妖猫一案，颇有不尽不实之处。事令再查，务必厘清。礼部尚书暂褫其职，入刑部候审。令宣前大理寺卿之子李炳进宫觐见。吾皇万岁！